候鸟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候鸟们都要飞了将近半个地球，到南方去过冬。飞着飞着，它们飞到了太平洋上空，望着下面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，心里好多感触。它们总是舍不得离开建立好的家园，但是又知道大家一定要对家人负责任，团结起来，带着老的、少的，为了避开酷寒的冬天，一起勇敢地开启这趟未知而遥远的旅程。在高空里，地球上的所有变小了许多，离得远了，好像地面上的事情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。可以一次看尽大自然的壮观景色，像环游小小世界一样，又好像是呈现出了一幅难得的壁画。它们一边飞着，一边像在逛画廊一样。大海浩瀚的浪声，也像在抚慰所有受伤的心灵。跟着它的律动一起呼吸，心情也慢慢平静了。这么美丽的安排，让候鸟们能从容地面对南方的新生活。他们真心地感受到大自然妈妈真的好伟大。